哦，蛮出诺手啊！怎么说，徐神来把维恩射他？看来徐神的英雄池受到了限制，兄弟，找不到比较舒服的了。莉莉亚四级打三级，要追着打到底，兄弟，海克要不要闪换闪呢？一技能给到减速，交闪，那你先交闪就交闪了呀，不消耗怎么能这样交闪啊？死了呀！啊，不是你一定是走到那个墙贴墙闪过石头人啊？不是啊 ，UP 要准备，哎，等一会儿下路想发毛打晕，杀了呀，没闪现的下路还被现杀，艾希一根箭过来还想给压力，尼克上来给个 Q， 再打个进化，哇，哎，换线了，想利用一下没有 TP， 哎，今天往前走一步就是错 ，OK， 没往前走。你 RA 想过来接曹虫是没道理的，晴天我觉得这个时候要回了呀，回了去下会不会好一点呢？想保队友把曹虫吃完，因为奎安迪有 T 也行吧。啊， RA 想接吗？奎安迪踢过来了，真敢接啊，过来一甩，甩到布隆，布隆扛得很好，力量往后拉，喂呦，队友奇迹了，骑得很不错啊，他往里飞，这波 UP 要爆炸了吗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很难爆炸，感觉小徐进来一个没杀掉，想硬来杀掉一个之后自己也倒了，晴天能扛起来吗？扛起来了，雪怒闪现，我操，晴天，这比赛不就一下子就感觉就来了吗？说实话，确实 RA 这波团是真不好接的，当然他们这波已经开得很好了，瑞尔骑进来一开始骑得很不错，有人跟大跟的也不错，但是莉莉亚一下碎了四只。小徐是硬换了一个兄弟，不然的话要、啊、不然的话可能要被零换五兄弟，你上路推就完事了，但是月开要小心 TP 绕后啊，奎安迪回家有兵权了吗？这波可能 TP 绕后的话月开会早，奎安迪回家有兵权了，把东方队一卖还真要 TP 绕后，果然月开有没有意识，月开队友都要往上赶，队友全在往上赶，快点来了，有恩没有大招的，慢慢来，快点想包正面的人 ，W 顶到，但是布隆大招给的很及时，坏，兄弟，这波尼克又立功了呀，哎，挠头兄弟，只能挠头，头要挠闷。哎，晴天没有闪现，着了，能救吗？晴天可以阵亡，但是这波团战得赢，不能让晴天白阵亡。晴天有血手还在扛，哇！啊！哇！满血了，兄弟！哇，给晴天开心坏了！哇哦！他 Q 了。Q 了三个还是四个兄弟回满了，我操！血手好肉啊，兄弟，血手加布甲鞋，控制确实很多。你看这控制打上去，哇！这一个 Q 兄弟直接半血，哇！子涵妈妈，快接电话！你家子涵在学校，老是拿着斧头追着同学跑。哎，拉过来，又有了，好简单。睡觉，一技能控制抵消。怎么说，晴天这波有双招，给晴天爽一下，晴天想爽，你看在边上一直来回蠕动，他巨想爽，他还找机会，他还找机会，哎呦，一技能拉，结果被一技能控制抵消了，塔没了，机会来了，晴天出发吧，来波五杀，甩大招，月开被开了，月开被开对于晴天说是好事情，打出被动，晴天上吧，晴天劈，再来一下劈啊，劈不出来，哇，可惜了，
虽然说是兜狗三杀了，但是是兜狗抢了擎天的五杀。